所以它会是我们推动传统戏曲的一颗未来的明星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处长，你那弯弯，整个肩膀上那个重担都来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只要能让我服务，为了传统的文化、传统戏曲，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就听到了，好，那么最后再次的啊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非常的感谢各位，非常的欢迎各位啊有空来这个地方看看戏，看看我们的一些展览、的一些活动。最后祝大家平安、健康，还很重要的又美丽，安好不？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处长，我们也请我们处长先请留步，我们要请处长一起邀请处长来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启动仪式，那也要邀请其他与会的贵宾一起参加我们的启动仪式。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明华园戏剧总团团长及艺术总监陈胜福团长，以及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代表荣誉理事长王金英女士，及唐美云歌仔戏团青年团代表林芳怡老师，五洲圣义阁掌中剧团代表曾嘉明团长，金英阁电视木偶剧团代表陈黄宝团长，台湾夜市商圈产业工会总会长林定国会长，台北市宁夏夜市观光协会理事长林定伟理事长，以承德新堂董事长陈春彤，你们一心剧团执行长孙富瑞，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要邀请我们台上的十位贵宾先举起我们的字牌，按字牌的是我们今年十周年的主题，十年十一年，青春一大年。那我们先放在胸口哈，不要挡住帅气的脸庞。先让我们媒体记者大哥大姐先拍个纪念的合照。哇，十年十一年，青春一大年，是我们这次十周年的主题哦，代表十周年哦，十年有成，十全十美，象征着艺术节的开始。那么接下来要启动仪式，正式要开始。啊，等下我来念十年十一年了，然后我会倒数三秒，啊，我们再一起往那个字牌往洞口插哈。感谢大家哈。好，我们媒体记者大哥大姐准备好了吗 ？OK 啊，我们的贵宾也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启动仪式正式开始。十年十一年，青春一大年，倒数三二一。正式启动，十年有成，十全十美，象征着我们青年艺术节的开始。感谢大家，我们媒体记者大哥、大姐大哥拍下这难得的一刻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所有贵宾，我们请留步，我们要来一个大合照。我们所有贵宾，我们先。回归原位，我们要一起来一个大合照哈！哎，老师有请哈！好，首先是我们贵宾哈，所有老师、团长，我们一起大合照。我们往前看，我们中间的媒体大哥大姐，清洁好不好？棒不棒？赞！我们处长帅不帅？青年艺术节赞不赞？陈梦贤怎么样？陈梦贤帅。好了，谢谢。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我们所有表演的演员，跟我们所有的贵宾再一次的大合照。后面我们站在后面，啊，我们站在我们所有贵宾的后面，所有的演员来一起一张大合照。字牌就放着就可以，好吧，是我们改那个演员在前面，哦，抱歉，哦，我们所有的演员朋友们，我们改到前面，啊，可以蹲下。
那我们有那个旗袍，穿旗袍的员肯定要站着、哦、比较不方便，对。好，然后我们大家自己找饭吃一下哈，这是难得的一刻哈。这个位置可以吗？我们所有大哥大姐，可以。好，我们到三二一，我们青年艺术节赞不赞？谢谢大家，我们所有年轻的演员们，希望大家可以用你们的手中的门票进场观赏他们表演，来支持他们。他们是一群非常有热情的年轻演员，为艺术牺牲，为艺术奉献，非常的非常的感动。那也谢谢我们台上所有长官对他们的支持与鼓励。谢谢。那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所有长官贵宾先回座，我们要来跟观众一起大合照。